这种花有点甜，特别是在这个花蕊。大家好，我是光哥，这边呢是我大哥的家，上面呢养着好多好多的蜜蜂，我得到这里上去看看。好多啊，好多跑出来啊，亮哥等一下你再上啊，我在前面啊。亮哥，哦，好好好 ，OK。亮哥上来呗。哦，你看，哇，慢点哦，有蜜蜂哦。哦，好多啊。你这个老板拿这么多袋，嗯，小心旁边有蜜蜂。这些蜜蜂呢，就是我大哥养的，他的蜜糖呢，现在有差不多1000斤了，全是卖给本地人的。亮哥看到这个蜜蜂里边有那个守门口的有没有？有好几个。这个都是守门口的，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对，你看，这些就是门卫了，门卫了，嗯，哇，你看，哦，那个跳8只舞了，看到了吗？嗯，看到看，等一下叫我大哥下来掀开看一下，好吗？嗯，啊，跳那蜜蜂呢？你过来嘛，你叫我大爷呀。快进来，大哥！等餐厅去。哎，你呢？等一下。嗯。让你慢慢看。包正宗的，我哋蜜糖嚟嘅。包正宗系嘛？包正宗的。哎呀！过来，等你。狼也没有了呀，狼也好啊，慢慢弄，慢慢弄，你再等一下，给他一点，他慢慢弄嘛，你再慢慢放去，哦，他也比较长嘛，他就哇，好多啊，密密麻麻。这样。啊，拿东西。啊，这狗屌来了。这个坏蛋来了，这坏蛋。这就坏蛋。这个是特务的。加公安，这个特务来了。他想吃蜜蜂。哎，他不养。啊，这就是日本的泰特务，他就来吃蜜蜂的。天气冷了，要放一块进去保温。哎呀，嗯，啊，